赛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看才嗨。阿根廷对战法国世足冠军赛，足球迷齐聚新北板桥户外观战，球第一运动场现场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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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动，这是 Messi 最后的 Tango。 我支持法国队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支持什么的？阿根廷队。狂欢也不怕吵邻居，齐聚户外体育球场，球迷们心系直播比赛，只要一进球，忍不住兴奋心情直接跳起来。但也有人窝在室内看球赛。尖叫狂欢呐喊不孤单，转播球赛的酒吧内满满世足国旗，运动气氛满满满，每个人都有支持的队伍，店内气氛超嗨，但这个晚上必定有人要哭泣。我是支持法国队，新球王对战老球王梅西，我要让阿根廷今天哭泣。店家老板更直接把法国国旗画满全脸，就是要为支持队伍加油打气。全台足球迷嗨翻天，随着世足落幕，不管你是支持阿根廷还是法国，我们都相约四年后再相见。华视新闻陈建达、萧宇硕台北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